义诊现场，志工谢耀坤提笔挥毫，过年好话说不完。时节人水心水，趁钱啊趁功德水，啊感恩感恩，恁代代拢出着好子孙。春联和民众结缘，也特别有年节的气氛。民众陆续到来，医护人员和志工细心询问，了解他们的需求。年轻的护理师徐小文第一次参加义诊，和在医院的感受截然不同。都是因为做农活做到就是已经手举不起来，然后会痛，然后可是他们痛又是忍着，就想说吃个药就好了。心疼长辈在山区就医实在很不方便，心中暗自发愿要拨出时间来付出。医护人员再次探访徐老先生，还带来让他自己能复健的小工具。我希望你站在这中，你的手就袂安尼揪来，你的手就袂揪来，嘿，咱大家来，举手来。总希望这么一点点努力能够对病患的健康有帮助，拔苦与乐是医护人员共同心愿。大爱新闻郑胜美志工台中综合报道。